看说这个越南的富国岛，他们说现在去的时候呢，就是免签证。我说，哎，免签证真的是蛮吸引人的。然后又看那个地方写拉美岛免护照，我说更厉害，免护照一看哦，拉美岛就是我们的小琉球。我楼上人很多哎。找了一个绝美的位置，也许我们在这边住下来，就是这里。啊，这个位置。玫瑰耶，这个蛮可爱的。这个里面也是有一只海龟。哦，那这样丰富嘞。你家肉在串冰河家，就是爱讲肉稳定，恩典满满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先生。我们现在在拉美岛。台湾有个拉美岛，你真好听。我前几天的时候呢，在看说这个越南的富国岛，他们说现在去的时候呢，就是免签证。我说，哎，免签证真的是蛮吸引人的。然后又看那个地方写拉美岛免护照，我说更厉害，免护照一看哦，拉美岛就是我们的小琉球。这是高铁，然后你从那个手扶梯下来，星光三月的这个门口。小琉球，探索拉美就在这边。如果你要做这种半潜艇的，我这边都可以来参考看看。我就是要来参考看看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取车。那是不是船也是很多的？他们有很多的活动哦，看夕阳的啊，还是玩的啊 ，sub 啊。Fly away with me, take you high, soaring. 豪宅食堂就在 Seven 的旁边。豪宅食堂，这一间是成龙介绍的哈，好，他们说炒饭不错。好，没好吃吗？好啊。我们刚来第一个站，很像身体还没有适应这里的温度，觉得好热。很热。海鲜炒饭真好吃，粒粒分明，还够不会海鲜味道，真澎湃，撩。好我吃的这个香肠炒饭也不错，然后它的炒鱼是鬼头刀炒鱼。然后还有炒蛤蜊，那它的那个海菜是柠檬口味加柠檬酱，但是因为这里在天气实在是非常热，所以它的东西像那个蛤蜊子就觉得稍微可惜，超级大碗，吓到我了，价格都非常的划算。沙茶冬粉怎么有一点越南味道？菜很多。Crashing up to me, my toes slip into the sand. Dream that I'm with you. 好了，不用真的亲了，可以，这样可以了。Waves come crashing up to me. 哇，这人好多哦！哦，这个有水果爱玉冰，还有海龟造型的爱玉。他说楼上有位置，先来找个位置。我楼上人很多哎，找了一个绝美的位置，也许我们在这边住下来，就是这里。啊，这个位置。玫瑰耶，这个蛮可爱的。这个里面也是有一只海龟。哦，那这样丰富嘞！你家肉在串冰河家，就是爱讲肉稳定，恩典满满。你吃海龟的手还是头？我吃屁股。你吃屁股？为什么你要吃海龟先生的屁股？刚刚我吃到大便。现在在这个海龟的地方，全部都是年轻人，清一色，一个带着西普利明到处走的。你看刚才叫他这个爱玉冰不要加糖浆，然后自己拿这个西普利明淋一尺这样子。带孩子来的话，天气热，然后加上是孩子，你就很容易傻了。我觉得是第一天，我们还没有熟悉这里的环境。周一到周日九点半到五点半。哦，真的哦。拜拜拜拜。
哎，你穿这样好像很会运动的人呢。你平常有在运动？那这个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叫做脚绳，还要绑在你的脚上，绑在你那个被蚊子叮的那里了。对，我把你把它盖起来。对，可以哈。可以哈，好来。在不在中间？等一下，你这样坐在这里。等下在海上面哦。好，来。来了，现在在中澳。哎，这人很多哎。超多的。对啊，最厉害的是本来在台北，他说这里降雨几率70%，来到这边几乎中暑。好热，他妈妈这次无要甲拼落，无我当边啊顾家行李啦。终于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可以让他做。如果他没有行李可以顾，蔡妈妈就惨，必须就要下来。对，我今晚医生顾行李。对对对，这个一个人拿三个板子的是我们的教练成龙。这里的沙滩也不是很干净哦。其实因为这几天是大潮，哦，很多东西都带上来。那不然普通是干净的吗？普通相对会比较干净。哦。然后还有一个是，去年的台风把很多沙都带走。要发了是？对，加油！你很厉害啊！我有吗？我就是想说我有点缓慢。不会不会，这样很好。好好 ，Go Go！ 我有。好。爸爸了，好继续。我们等下来玩。下问一下。好。往左边，我们。好，我们继续出发了。为什么你都不怕水，蔡大哥朋友，你不是应该要不会这海耶？阿妈已经害怕躲在那个岸上了。刚刚这个人站着的时候，旁边也是海龟起来呼吸。对啊，我没看到。离他超近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对。头很大吗？头很大吗？我怎么知道42寸哦？我怎么知道头多大？又不是在买帽子。可以呼吸了，你。他起来换气耶。他们看到海龟就在他们旁边游。蔡大哥实在很奇怪，他就说他一直想下来玩。很厉害，不怕水。对啊，然后要想说你是不是要上来？不是，你不要扶我。我来，你先讲。哈哈哈哈哈。看一下，网上太大了。好，厉害哦，厉害了，厉害了。好，哎呦，有哎，厉害了，哎，很厉害哎，厉害，厉害。好，来奖准备要蹲好，再奖励起来，对，很好。哦，厉害喽，很好。现在要上岸喽，很好玩哎，好玩吗？很好玩啊，我觉得带孩子的话不要并团比较好，要这种就是一对一的，因为教练带一个家庭，这样你孩子下去玩你会比较放心。哇，太阳哎，现在太阳好大。我觉得去玩水像会打乱你的时差一样，玩了一次水像经过了一次什么大冲击，睡一下起来时间就不对了。像蔡妈妈没有玩水，跟我们照样一样在那边洗，也照样在那边睡，很有参与感。今晚要来看夕阳。没错。花瓶岩。台湾有个拉美岛，哦，那如果有来过小琉球的地方就知道，
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乌鬼洞。那个时候因为荷兰人在早期17世纪是海上霸主哈，所以一台船叫金狮子号搁浅在小琉球的地方，然后他们想要寻求一些食物，30几个人上岸没有一个回来的。那个时候荷兰人就怀恨在心，所以他们就发兵攻打这个地方。那这地方原本上面住的人呢，就是拉美人，不是纳美人哦，除了他们自己的人以外，他们也派了希拉雅人，最后打到就是现在看到那个乌鬼洞的地方，然后他们的原住民全部都躲进去里面，那个洞穴珊瑚礁嘛，他们就用硫磺跟火跟烟在洞口熏，一开始还有一些人忍不住跑出来，然后最后呢都再也没有声音，后来再看大概是有300多个尸体，那不就感觉像希特勒在放毒烟？这个是台湾史上面的种族灭绝的一个例子哦，就是在乌鬼洞的地方。所以你在这个岛上，你会看到很多的地方就是写什么拉美什么啊，拉美探索啊，拉美放啊，拉美红豆饼啊，就是因为这岛上原本叫拉美岛，然后拉美是金狮子的意思，是荷兰语。蔡妈妈拿着大包小包走在岸边，是要去找海龙王吗？我刚刚跟蔡大哥讲说，要小心哦，水不要超过膝盖，裤子会湿掉。说好，然后蹲下去，屁股在水里。对，水他没有，他这样蹲着，他水都没有超过膝盖啊，他的屁股在水里。屁股有冰冰的吗？他正面都没有湿哦，屁股湿掉。对，膝盖也都没有湿啊，是屁股湿掉。来家刚那美食地台北啊，出门桥都买。哦，对对对，很像原本你生活的形态就对了。哎，对啊，没办法，真水哦。哎，那因为整个岛是珊瑚礁隆起、地壳变动之后所产生的。那因为珊瑚礁地形是很难种植出一些农作物的，所以蔡妈妈前几天吃饭就问说：“啊，你家出餐上面？”然后那个人说：“麻花卷。”这个我现在在讲的地方不是。现在我抱着他哎，我现在讲的地方不是在那个野柳的女王头，有点像。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打花瓶岩即时影像，就是这个花瓶岩，然后就会有一个镜头，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样。然后还或者是再打一个叫做福山北岸或福山南岸，因为这里有福山湾嘛，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得到在小琉球上面的4-5颗的镜头。假设你明天后天要去，或者是你当天想要知道现在的状况怎么样，你就可以按照这个 YouTube 上面看，就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即时影像的。是我喝的，这是我刚刚看到当中有一个酒瓶放在那边，我觉得很危险，我小朋友大人画到不就流血？这是谁？他看他妈妈在捡这个玻璃瓶，他也跟着在捡这些，不用再去捡了，这样可以了。最近也是民间有人说来吃的，琉球手作冰。乌龟的身体被你吃掉，这种很爽。看一下这只颜色。哦，你不是买那个的？它是西瓜奇异。哦。西瓜奇异，先让我咬一个。哦，就是喝的西瓜汁变成冰棒，很好吃。哇，你把乌龟吃掉了。西瓜奇异很好吃，香蕉牛奶。味道好浓哦。好吃，就是干锅酱的香蕉牛奶。